我们是前两个字，你们以后一起接一样的词才算。春风什么？得念，得念。春风什么？迎念。Double kill。春风什么？迎念。Triple kill。春风什么？迎念。Quadra kill。得意。周深杨迪可以有多搞笑？场面一。啊，这什么钱？卖钱，把钱卖了，是不是？是卖钱。那我知道了，来，不用演了，买钱。那我也演一个啊。骂钱啊！场面二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大波浪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大波浪。黑长直还是大波浪？黑长直。杨迪和周深谁比较帅？周深。六十秒的哪一秒？三秒五秒。六十秒的哪一秒？三秒。六十秒的哪一秒？五秒。六十秒的哪一秒？五秒。场面三。女友，女友，女。王菲，王菲。对。我们猜到的，三个字一首歌啊，一首歌，一首歌，黄糖葫芦，红绿灯，嘴吃，啥感觉？啥感觉啊？这个啥感觉啊？啥感觉？不是，但是你在干什么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嘴吗？吃葫芦，糖葫芦啊？啥感觉？甜，甜蜜蜜。甜蜜蜜，啊对，这都能猜到甜蜜蜜，啊走走了，一首歌一首歌，两个字两个字，还是他，还是，舞娘不好比啊这个，情人，情人，答对答对，情人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一首歌啊，欢欢你快，场面四，周深的原名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几个人答对？四个人答对，四个人，来，我们一个个亮啊，朗朗哥你先亮，周星星，周星星答对一个，杨迪，周浅，周浅答错啊，好好听哦。程程，周星星两个答对了，贾玲姐三个答对了，周深，周浅，我的妈呀，周浅，连周浅你们都，我俩真是够。场面五，我一定通过，我来一个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幂不是，我知道是什么歌，孙艺丹的，错，不是孙艺丹，他不叫孙是吧？不姓孙，但是什么艺丹？他名字叫什么艺丹？三寸日光，不对，三寸日光是梁静茹的，三寸天堂，对，谁的？三寸天堂，李艺丹、王艺丹、刘艺丹、马艺丹、洪艺丹、张艺丹、赵艺丹。刘一丹、一丹、武一丹、一丹、来一丹、来一丹、刘一丹、王一丹、马一丹、赵钱、赵一丹、孙一丹、周一丹、王一丹、李一丹、我一丹。这个饭我们不吃了，好吧？赵一丹、赵一丹、罗一丹、赵一丹、连一丹、欧阳一丹、欧阳一丹、连一丹、连一丹、连一丹。1:0。连一丹，我都到欧阳一丹了。百家姓都要说完了。连一丹老师，对不起。为我们上面有可能提到的各位一丹老师们，场面六，菜都给到那边又来了，时间分钟，哇，干嘛呀，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，周深队赢了，我必须要听到词儿，李玟什么周深，李玟月光女神，哇，李玟月光爱人，答对啊，滴答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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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滴答滴答滴答
逼你的。十大车祸场面，没少看了。作为一个歌手，最爱看车祸场面。场面七。妈妈，请坐下。我也在想这首歌。一杯茶。啊，这真是，我脑电波是电的。进水了。啊，拿到一份答案就同一份答案嘛，真的是。答案是快重复了是吗？不搞 A P 卷吗？是不是？这都是 A 卷。这是什么歌啊？这是一个儿歌。妈妈，我的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！妈妈，妈妈，快坐下！妈妈，妈妈，快坐下！请喝一杯茶，让我亲亲你吧，让我亲亲你吧，我们的好妈妈。那两个乖儿子，哎，那个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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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爱的爸爸。也太礼尚往来了吧，这也。你以为你们俩刚刚叫了我妈妈，我就要回报给你爸爸。场面八。我们做的第一个调查是，春游家族五位成员哈，啥？这个20岁的人为你们进行了一个颜值的投票，你们猜颜值投票的排序是什么？我猜贾玲姐、朗朗老师，然后周深老师。我看你把我排第几？然后就因为我在上一个综艺，你说了你几句坏话，在这个综艺里面暴露了，这么回事儿啊？然后是程程同学跟梁迪老师，对吗？答错，只对了一个。啊？范丞丞、周深、贾玲姐、朗朗哥，我。对了，答对了。我伴你周深，我居然还我伴你是个女人。大家都说周深是一只小猫咪，可是我已经尽力把周深跟你拉成双胞胎了。周深还是追不上我的这个丑陋。美少女，场面九，不知道。庆余年鸡腿姑娘，庆余年不知道，没看。李沁，天哪，又不认识，这我认识。张歆艺二姐，静，对，张歆艺你也不认识。周深，你平时在干嘛？只关注我的节目吗？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。林姐，哎，那个什么，美人鱼那个，三个字儿，张雨绮。什么？哎，张雨绮。张子绮。张雨绮。张雨绮。